大家早上平安，平安。我们有喜乐吗？喜乐。圣经告诉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是有喜乐的，我们也有平安的。啊，姐妹，所以不要寻找平安啊，不要寻找喜乐啊，因为平安和喜乐已经在我们里头了。OK。所以我们要认识耶稣，我们也要认识圣经，我们也要学习神学啊，要有正确的神学，也要有好的神学，那么我们就基督徒的生命呢，就是有喜乐和平安的。感谢上帝啊。好，我们来打开圣经。同样的，我们也要打开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同样的，我们也要回去这个以弗所书。我们在以弗所书已经住了很久了，已经住了很久。我们仍然还要住在那边，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完这一本书。以弗所书第四章，25节开始，25节这里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灵舌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26节里面说，生气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28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努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29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诽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有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好，我们来把这段时间交托给神，让圣灵跟我们说话，借着神的话语挑战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耶稣，我们要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力量，谢谢你给我们智慧来明白你的话语，
现在我们求圣灵打开我们的灵眼来看你的话语的真实，我们相信你的话语是没有错误的，你的话语是那么的真实的，所以我们静下我们的心来领取你的话语，求神你光照我们的生命，谢谢你带领我们，谢谢你祝福了我们，我们仰望你，把这段时间完全的交托给你，主啊你来动工陶造我们的生命，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圣的名。 Amen, Amen。 好，我们看到以弗所书这里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会友，他的目的就是要鼓励教会的会友，牧师每一个礼拜在台上这里也是为了要鼓励大家而要讲神的话语，我不讲自己的话语。讲说呢，牧师为什么不讲我的话语呢？是因为一直来我们都是以这样的方式来传讲神的话语，就是说我们在研究一本书的时候，我们从头到尾没有断续的一步一步的很连续性的去讲神的话语啊，我们不跳来跳去讲的，也就是说做牧师讲道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有时候很难的课题牧师都要讲的，也就是说啊，有一些课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愿意去检讨的，如果以这样的方式讲到的话我必须要检讨，当讲到某一个课题的时候以我这样的联系的方式来讲的话我必须要讲出来的，我不能够说哎，这个很敏感啊不要讲啊，啊讲了之后啊会有不高兴啊我不要讲啊，千万不要讲啊，我要跳去别的地方，没有的啊，所以我这样的讲到的方式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不要看清神的话语，我们不要漏掉神的话语，就好像啊孩子听父母亲的话，不要漏掉父母亲的话语，好听的就听，不好听的就不。啊，有这样的习惯的哦，人就是有这样的习惯的，所以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得鼓励的话语，当然了，每一句话都是，每一句神的话语都是啊得鼓励的。可是有一些话啊，你听了就是好像很刺心的、哦、很刺肉的、哦、那种很痛的、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活在罪里面，如果神的话语刺到我们的罪性的话，我们所做的不正确，神的话语刺到了之后啊，我们不爽的、哦啊、当我们遇到这样的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很甘愿的、不要理他啊、不要理他、啊、去那些、读那些我们喜欢读的，你们喜欢读怎么样的圣经的段落啊？好多时候我们很喜欢读这个箴言是吗？哇，箴言很好啊，箴言是神的智慧啊，读多箴言啊我们就有智慧啊，啊，有一些我很喜欢读这个诗篇是吗？哇，诗篇很漂亮啊，听啊，读了诗篇之后啊，哇，我好像一个诗人这样子啊，自己也可以写诗了啊，很好听嘛啊。可是如果读到神的话语斥责我们的话，我们就好像说啊，哎呀，有的逃就逃了啊，
啊，不要听这样这么多啊，听了之后啊，啊，我的心更加不爽啊，因为我在这一方面呢、啊，还不能够对付，还不能够得对付，啊，好多时候我们就是迷迷糊糊过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因为很多东西我们不愿意圣灵对付我们呐、啊。好多时候教会讲的信息都是要讲我们喜欢听的，哇，这是很不好的现象啊！如果牧师每一天都要讲信息，都是要为了你们而讲的啊，你们所喜欢听啊，我就多讲一些咯。哦、啊，你们很喜欢听故事啊，我就讲一些故事给你们听咯。啊，讲一些坏话给，啊，不是坏话，笑话给你们听咯。啊，不是这样子的，讲台不是因为你要听什么，讲台就要讲什么的，不是。啊，讲台，神的讲台就是要讲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讲什么东西啊，我们都会得到造就，因为我们的心就是要得神的话语吗？啊，有时候神的话语鼓励我们，有时候神的话语斥责我们，有时候神的话语啊要我们改变，有时候神的话语要我们很顺服，有时候神的话语要我们付出，有时候神的话语要我们去传福音。你看，各式各样神的话语都这样子，每个礼拜啊释放出来，直到我们每一个都。我们每一个人的灵命就会慢慢增长刚强，这就是主要的原因。现在我们来看这个以弗所书，就是同样的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自己的本分是什么的了，我们的我们本来的情况是如何。基督徒得到神的救恩，基督徒得到神给我们的这个产业，基督徒得到好多好多神要我们得到的，基督徒也知道我们以后将来的那种情况。以弗所书已经告诉了我们，哎，我们的根本是这样子的，哎，我们已经得到这么多的，然后保罗告诉我们，现在既然你们已经得到了这么多，那么你必须要活出来吗？你必须要活出你得到的东西吗？如果你不明白你得到什么东西，你怎样活出来呢？就是这个意思啊。啊，你不知道你家里有什么东西，你怎样把不要的东西啊丢掉呢？啊，随随便便吗？不是的。啊，你必须让你家里有什么东西，或者你家里，你要知道你的家里有什么贵重的东西，那么你才知道如何把贵重的东西藏起来吗？不然的话，贼进来的时候就是完蛋了，对吗？啊，现在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有了很多很多神给我们的祝福，好，我们这么丰盛的，我们的生命那么丰盛的，你知道你的丰盛的生命是如何的吗？你明白你的丰盛的生命是如何呢？你的丰盛生命是什么东西来的啊？你要知道，你必须要知道，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就是告诉了我们的丰盛的生命的所有的东西。哇，感谢主，我们过了这么多个月一直读一二三啊，可能大家都以为，哎呀，牧师，为什么你一直都是在那边兜转兜转兜转？对啊，我就是在那边兜转兜转的意思就是说很重要啊。妈妈跟你说你要做这个啊，每一个小时提醒你，你要做这个，你要做一个，你要做个，为什么妈妈要每一个小时都要提？因为很重要吗？所以当我们在以弗所书那边一直兜转一直去探讨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以弗所书是那么重要的一本书来的。
保罗写了这一本书是交给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直到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自己生命的根本是什么。啊，我们华人呢、啊、很看重自己的根本的。啊，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祖先是什么时候来到马来西亚的。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的祖先在中国那边还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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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关系还在那边。啊，我们有这样的心去发现自己以前祖先的那种情况。有一些华人呢，他们甚至把以前祖先的名字啊完全列下来的哦，因为很看重祖先。就算在马来西亚有很多那些籍贯，这个籍贯好像福建籍贯广东籍、海南籍、广西籍，哇，有很多籍贯。他们为什么他们要合起来呢？因为他们就是要回想，他们很看重祖先。成为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哎，我们不拜祖先，对吗？我们不拜祖先，可是我们也很看重我们的祖先，因为有了祖先，有了明白他们为什么会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们会很珍惜我们自己的生命。好，基督徒知道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先祖亚当跟夏娃，最初最初的先祖就是他们这两位。我们落到这样败坏的情况是什么原因？都是因为亚当跟夏娃犯了罪，这就是我们罪的根本。为什么我们仍然还不能够活一个丰盛的生命？因为好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还有这个罪根在里头。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的弱点在那里，我们祖先所犯的罪是在那里。所以我们借着这样的犯罪，这样的跌倒，我们悔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重新的开跑。这几个礼拜我们都说到现在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了。新造人的情况是如何的呢？新造的人是一个魔术变形的情况吗？不是的，不是魔术变形，是一种真正的生命的改变。你有享受到生命的改变吗？你有没有明白你自己现在的生命借着耶稣的宝血洗净了罪，你承认自己的罪，接受了耶稣成为你的救主，现在你是新造的人，你明白你的新造的人是如何的吗？不明白又如何活出基督徒生命呢？不明白又如何活一个丰盛的生命呢？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必须要看清楚自己的情况如何。每天早上你站在这个镜子前面看住你自己，为什么你要看住你自己？因为你要肯定你的样子，如果早上跑出去不会吓倒别人，所以你必须要化妆一点，对吗？你必须要明白自己的情况如何。头发哇，很难看啊，很乱，很散啊，你必须要整理一下。整理不到，必须要去这个理发店那边，弄一弄。必须要调整自己。同样的，基督徒也是一样，你是新造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旧的东西仍然还在。为什么我们旧的东西仍然还在呢？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旧的东西一直还在魔鬼的掌控当中。魔鬼不要我们把旧的东西拿掉，魔鬼的责任就是要我们永永远远活犯罪得罪神的生命，难道不是吗？
我问问大家，难道不是吗？难道不是啊？每一天你都在挣扎住吗？挣扎啊，如何照顾自己的家庭，如何保护自己的孩子，如何赚钱养家，啊，如何打扮自己，啊，这些东西都是因为魔鬼一直在控制着我们，所以我们一直在挣扎当中。以弗所书这里告诉了我们，对了，我们的救我已经没有了。啊，当我们去啊敬礼的时候，洗礼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我已经被埋葬掉了了啦。我们不要看救我的东西，我们不要把救我的那种坏的习惯仍然带到新的生命里面来。啊，牧师，这样子我们如何活这个新的生命呢？啊，以弗所书这里告诉了我们原则，生命有一个原则。25节到30节里头就是说到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原则是什么。好多时候你们会想到啊，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原则，第一就是要有好的见证，对吗？第二呢，啊，我们必须要照顾我们的家庭。第三呢，我们要有好见证，使到外面的非信徒看到我们的好见证，他们都会信神啊。以为这是原则吗？啊，这不是原则，这是当你跟着神的原则活出基督徒的生命之后的后果。这是后果来的，不是原则来的。啊，你很想看到后果是吗？后果很好啊，哇，有丰盛的生命啊，哇，有金钱的生命啊，哇，整家都信主啊，啊，这些都是后果。可是还没有得到这个原则之前，我们必须要知道，哎，我们的原则是如何。如果你活出新造的人的原则的话，那么你就不会那么难得到丰盛的生命了。啊，这里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的原则是如何。第一，就是不要撒谎，因为撒谎使到家庭，使到教会纷乱。啊，25节这里说到，不要撒谎，因为你是一个身体的一部分。什么身体呢？就会教，就是教会的身体。你是教会的身体，所以撒谎不是你的生命原则。你的生命原则就是离开一切撒谎。世界的人一直在撒谎，很多人说啊，如果世界的人有一天完完全全他们不撒谎的话，就是战争起了。世界的秩序是因为人人一直在撒谎而维持下来的。如果一旦有一天没有人讲谎话的话，这个世界就会打仗了。可是在教会里头，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是属灵人，因为我们属于耶稣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在教会里面撒谎。当然了，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撒谎，我们的这个光亮就会流出去，世界的人也可以看到我们
不是他们那一般的，我们不是同流合污的，我们是教会的，已成为世界的光，世界的盐的一群。从里面我们这个亮光，这个香气流出去，从教会里头流出去，使到外面的人也会看到我们是不同的，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撒谎的，所以这个不撒谎的原则也流入到外面去了。这就是生命原则，很重要的生命原则。可是我们做得到吗？其实我们人就是撒谎的工具来的。想想，你是不是撒谎的工具啊？有时候我们笑笑啊，你看我们的头发年龄大了，我们就变白了。可是我们不喜欢看到我们的白头发，所以我们就撒谎一下，把我们的头发染黑或者染其他的颜色，这是其中的一个撒谎。哎呦，你看基督徒也能够撒谎，是啊。我的意思不是说染发不可以哦，是因为我们的味道，我们的 taste 不同啊，我们看到白的头发好像不很好看，所以我们就把它变黑。我们不能够接受自己的身体的变化，所以我们修饰一下拿到工厂那边修理一下其实这些都是一种撒谎的一种动作来的。可是我们离不开我们真的离不开，基督徒也是离不开，就是要遮盖。怎么办？保罗说，你是身体里面的一份子，你不能够撒谎，你要把撒谎的这种习惯除掉。我们除不掉，除不掉，所以我们只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原谅我们，我们是那么的脆弱，我们是那么不能改变的人，你怜悯我们耶稣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怜悯我们，可是不代表我们永永远远撒谎。然后第二，保罗又说，你也不要愤怒。愤怒 是一个每一个人的生活的习惯来的，每一个人都会发怒的。为什么会发怒呢？当然了，我们知道是魔鬼黑暗的势力掌控了我们，我们不能够不发怒。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不如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怒，我们会生气。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发怒不能够到一个地步你会犯罪，你要赶赶紧紧的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泄怒，求神原谅，不能够发怒，因为发怒能够成为罪。同时发怒呢，使到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打开给魔鬼的黑暗的势力进来所以保罗说不要发怒，把这个发怒的这样的习惯拿掉。第三，保罗说也不要偷窃，不要拿别人的东西，不要拿不属于你的东西，不能够特别
不能够拿掉神的东西，不能够偷神的东西。神给了我们一切，神给了我们时间，神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恩赐，神给了我们很好的生命，有很大的祝福，神也给了最主要的，神给了我们气息，我们每一天都在呼吸，如果每一天我们停止呼吸的话，我们就没有生命了。你看，这是神给我们的，神给我们的生命。既然我们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生命，我们不要偷窃。神有一个目的，神的目的要给我们生命，就是要我们活出神的荣耀。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享受他的同在。你有没有享受神的同在啊？神给你很多的时间，你有没有享受神的同在啊？整天忙忙碌碌，为了世界的东西忙忙碌碌，没有一分钟静下来读神的话语祷告啊，这是正确的吗？保罗说，你必须要感恩。保罗说，你必须要珍惜神所给我们的，我们不要偷掉神给我们的东西。神祝福我们很多，特别祝福我们金钱，祝福我们生命家庭有很好的生活环境。我们要感恩，怎样感恩呢？保罗说，你要给，你要给出去，你不要把这个神给你的金钱完完全全自己使用，完完全全自己保留神告诉我们你要给，如果你没有的话，神也要告诉你，你要用功的去寻求，去找。意思说，你没有钱，你就要用功的做工，做工你就有钱你越用功，你就越有机会给出去。神就是要我们给出去。为什么神要祝福我们金钱？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给出去你有越多，你就给越多神就很喜悦了。如果你没有的话，你用功的去找，神一定开路给你去找，因为你的目的就是我有钱，我要给出去吗？只要我们的目的找钱的原因是正确的话，神一定会祝福我们的。如果我们的目的不正确的话，就算你赚了很多很多的钱，很奇怪的，那些钱好像这里破洞那边破洞流出去的突然间家里又生病突然间什么什么东西不见了突然间什么什么的，很多很多这些洞把你的钱完全的流出去的。因为如果我们不珍惜神给我们的金钱的话，不珍惜钱然后奉献出去的话，好多时候我们就会流到这样的地步这就是神的原则神给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原则，一二三四，第四就是不要说什么话，肮脏的话语，不要说得罪人的话语，不要乱讲话。第一个，不要讲谎言；第四个，不要讲什么话，污秽的话这四大功课是我们基督徒每一天都在挣扎当中的。你想想看，哪一天你没有通到，你没有偷到神的钱？哪一天你有没有偷到神的时间？
哪一天你没有，你有没有啊不说谎话？哪一天你没有没有这个啊发怒？啊，这些东西都是在掌控着我们。魔鬼一直用这四样东西掌控着我们每一个人。啊，好多时候我们会埋怨，埋怨什么？埋怨人呢？我发怒，因为你使到我发怒。啊，我不能给奉献，因为你不祝福我。我不能够侍奉你，是因为你没有给我恩赐。埋怨，一直在埋怨，你知道吗？当你埋怨的时候，也就是说魔鬼已经拿住你的心灵了，抓住你的心灵了。啊，这四个生命原则，哇，我们一直在讨论，一直在摸索，一直在挣扎。我们很惨啊，你知道吗？很惨啊。可是神的话也告诉我们，离开这些，离开这些，你可以做得到的。怎样做得到呢？说谎话做得到吗？不说谎话做得到吗？做得到，只要你的心都是为了神的事工，都是为了教会。只要你的心是为了教会的一切的运作，教会有什么所缺的，你帮助教会，教会有什么需要的，你就帮助教会，远离世界，因为世界是谎话的地方，来到神的家的时候，一切谎话的东西都是拿掉的。因为神的话语，只有在神的身体里面才没有谎话。啊，所以各位基督徒，各位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没有讲话，每个人讲真话的，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学讲真话。因为神的话语说，在教会里面没有说谎话的。这是一个挑战，哇，给我们基督徒一个挑战。然后第二，发怒，避免你发怒就是谨记，当我们发怒的时候，我们就是把我们的心门打开，让这个黑暗的势力继续控制我们。在26节这里说到，不要打开你的门，因为你发怒啊，魔鬼就会进入你的心里面，直到你不但发怒，而且你借着发怒养成了很多很多的苦毒，很多很多的愤怒。当有苦毒有愤怒的时候，就会有罪的出现，你就会杀人，你就会做人不应该做的事情，因为发怒。如果你不要发怒的话，避免继续发怒的话，你就是谨记自己，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给魔鬼进来。OK， 然后第三，如何避免偷窃呢？很简单，给，如果你有这个心态给的话，你就不会有缺。因为当人有缺的时候，他就会偷，对不对啊？当一个人没有的话，他就会偷。所以如何克服偷窃呢？就是给。怎样给？就是神帮你给了。这里也要说到，你要用功做工啊，
神会给你智慧，神会给你条件，直到你能够借着自己的条件去赚钱呢、啊，就是用功，用功。你看神的话语是那么的正确。如果你不想看到自己的生命有缺的话，你就是要学习给这个功课，不要吝啬，因为一切你所得到的都是神给的。啊，当我们啊在教会里面给十分之一，给奉献，当我们祷告收奉献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习如何祷告，不要祷告说神啊，我只有这么一点点啊，这一点点我交给你，神不要你那一点点。我们应该祷告说，神啊，你祝福我太多了啊，我要祝福你啊，我要啊把你所祝福我的祝福你，因为这些都是你的，不要说我给你一点点，可能你认为啊，这是一个谦卑啦，谦虚啦。可是当一个不正确的谦虚的话，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必须要如何，必须要明白如何以正确的方式来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啊，我们的神是什么，我们要认识神，意思说我们要认识神，就好像刚才我说，哎，你是基督徒，你就是有平安和喜乐围着你的，为什么你还要求这个，你不需要求的，你就活出来吧，因为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啊，你是基督徒啊，平安和喜乐随住你的，因为有圣灵与你同在吗？圣灵的同在就是平安和喜乐吗？你不需要求的。啊，有多少个基督徒仍然要求平安和喜乐的？哦，他希望从今天开始不要求，因为你已经有了了，你就活出这个喜乐来了。来到教会的时候，你就活出这个喜乐，你平安的啦，不要愁眉苦脸啊。啊，要很好的啊，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握手问安。啊，我看到啊，有一些弟兄姐妹啊，他们就是啊，每个礼拜就是坐在那个位置，叫他们出来握手的时候，他们都不甘愿的，他们还是站在自己的位上，啊，还是坐在自己的位上，然后啊。其他的弟兄姐妹来到他的面前才握手了，没有活出这个喜乐，活出的喜乐就说，哎呀，我们都是一家人啊，啊，每个人走动啊，我握手，我跟你握手，你跟我握手，我到那个角落，你来这个角落，这样子啦，啊，有这个喜乐的喜，要活出。啊，是咯，脚有问题的当然是没问题啦，所以啊，脚有问题的就不包括在里头啦，就是要活出来，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是如何的，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有自己神给我们的产业了的，这些产业是我们要活出来的啊。然后最后呢，就是说不要说肮脏的话啦，就算你要说，你要记得 ENG 代表什么，E 代表啊 essential 需要的你才讲， N 代表什么呢，不， E 代表什么， E 代表edify 的意思，说什么Edify 叫什么？啊，造就的，对。啊，要造就人的话，你就讲 N 呢，就是需要的 necessary，G 呢就是 gracious 的，
有恩典的话语。来，这里说得很清楚啊，远离说肮脏的话，远离说得罪人的话，就是要讲一言句话。最后保罗说，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原则，我们要活出这个原则，离开撒谎，离开愤怒，离开偷窃，离开说肮脏的话。如果不做的话，有一个后果。什么后果呢？我们来打开第四章30节。因为如果我们仍然活旧的生命的话，我们就会使神的圣灵担忧。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哇，这里保罗有一个警告要告诉我们，就是要我们远离这些旧我的这些不正确的习惯。这是我们犯啊，这是我们旧我的生命，这是我们犯罪的那种生命来的，是以前我们还没有认识神，我们时常活的这种旧的生命，我们要远离。如果我们不远离的话，我们就会使到圣灵担忧。什么叫做圣灵担忧啊？你知道耶稣当他看到有病的人的时候，他的心发起什么怜悯的心吗？当他知道拉撒路死了，他在做什么？他流泪，他哭。当我们仍然还活着这个救我的生命的时候，你知道怎么样子的东西发生了？圣灵担忧我们。在以弗所书前面告诉我们，圣灵就是我们的得救的印记来的。我们得到神给我们的救恩，我们领受耶稣的救恩，这就是我们得到的印记来的。谁是印记？就是圣灵是我们的印记来的。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当我们敬拜圣灵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灵就是我们得救的印记。没有圣灵这个印记，我们的生命还是那么的落魄，还是旧的生命。所以这里说圣灵就是成为我们得救的印记。当我们活这个新的生命的时候，圣灵的印记是那么的明显，圣灵的印记那么的明显，而且圣灵的印记告诉了我们，我们得赎的日子来到了。也就是说，神会保守我们的信念，神会保守我们的救恩，一直等到耶稣的再来。也就是说，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的前面的道路，圣灵的印记保守了我们，也就是说，我们不会给魔鬼拿掉，明白吗？这就是一个印记。所以我们基督徒就是要自己审查自己，是不是我们肯定自己的救恩。我们要审查自己是不是我们的救恩是
那么的啊铁定如山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审查自己啊，特别我们每一个月吃圣餐的时候，我们要审查自己，究竟我们的救恩是不是铁定如山，或者已经动摇了？有时候你会发觉到，哎呀，我不知道我的救恩是不是还在。可是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活着这个新的生命，圣灵就是这一个印记，印记什么？印记我们的生命，或者我们的救赎的生命是铁定如山的，没有机会魔鬼可以拿掉的。没有理由我们丢弃的，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不活新的生命的话，圣灵就会什么呢？忧虑。当圣灵忧虑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的救恩有问题啦。所以我们要审查自己啊，审查自己就是要审查自己有没有活新的生命啊。新的生命就是离开谎话，离开愤怒，离开偷窃，离开讲肮脏的话，这就是新的生命，这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原则。当你这四个的新生命的原则你已经保守了，那么我告诉你，祝福就会来了。你家你的生命的一切的漏洞完全补上了，完全塞住了。你生命啊，你生病的机会也少了，你的钱给别人骗也少了，来，你家里的问题也少了。我们很怕家里有问题啊，家里有人生病啊，我们很怕啊，因为这些东西啊，我们的赚回来的钱又丢掉了啊，我们的啊生命的日子减短了，我们会怕这些东西。什么原因我们会怕？怕是因为我们没有活这个新的生命，怕是因为我们没有活神要我们活的生命。因为我们没有活这个生命，所以这个圣灵他忧虑。所以避免圣灵为我们忧虑，我们就是要活出一个新生命的啊这个习惯。希望大家你们弟兄姐妹都明白，我们都是上帝得宠的，我们有神给我们的救恩的印记，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头，所以我们是得胜的一群。现在我们就是要活出这个新生命，哦，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好，让我们站起来好了，站起来。我们要回应神的话语。好多时候我们很怕我们所有的东西会被魔鬼拿掉，我们怕家庭有纷争，我们怕我们的工作没有，我们也怕我们赚的钱也少了，然后我们有很多很多这些忧虑。圣经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有这个忧，我们有这样的忧虑，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活出新生命的样式，新生命的原则。
所以避免有这样的漏洞，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教会，我们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我们的软弱，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使到我们能够借着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力量，使到我们能够活出这个新生命的原则，离开旧的生命，因为旧的生命已经是魔鬼控制了的，新的生命是圣灵的控制，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献给圣灵，圣灵啊，你来掌管我的新生命，你掌管我的心，你掌管我的家庭，你掌管我的教会，你掌管我的一切，因为唯有圣灵才是我们得救的印记，唯有圣灵才是我们活新生命原则的力量。让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话语再次发出，直到我们明白我们是那么得宠的人，我们得到你给我们的救恩，我们也得到你给我们荣耀的生命，你也给了我们以后的盼望，我们也知道耶稣将会第二次到来，那是一个荣耀的日子。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了我们一切，你也给了我们新的生命。现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神你给我们力量和智慧，使到我们能够有这个胆量活出旧的活出新的生命，来荣耀你的圣名。主耶稣，你在我们的心里面继续的动工，刚强我们的信心，使到我们每一天所活的都是为你而活，每一天所做的都是为了要顺服你的教导。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祝福，谢谢你的恩待，谢谢你的带领，因为我们知道成为你的孩子是那么荣幸的。主耶稣，你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活出新生命的样式，有主耶稣的样式。谢谢你，我们领受你的救恩，我们也领受你的祝福，我们也领受圣灵的带领。感谢你，把一切荣耀完全的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Amen, amen, amen, praise. 让神的恩典和祝福与他与大家同在。Amen.